是清流名妓，十四岁贵为状元夫人，跟随夫婿出仕德国，艳惊四座，二十一岁再堕风尘，颠倒众生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为拯救黎民，佢不惜冒险犯难，名中一时获慈禧召见，但系佢命犯小人，坎坷一生。佢就系蔡金花。不用怕，我对你没有恶意的。你是？我叫小泼妇，就在你隔离一间仓嘛。原来小泼妇就是你。你豪侠仗义，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你的事迹我听过。多谢夸奖了，我都敬佩蔡爷的为人，所以专登过来看看你的。你怎样过来的？就开了把锁走过来咯。你懂开锁的吗？莫说这些这样的锁，我一拧就开的了，就算是洋鬼锁，我一样可以开到的。那为什么你不走？切，我小泼妇做事光明磊落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有骨气。是呢，你犯了什么事被他们困在这里啊？有个姓贵的乌龟，有王爷都不好好做，专门当街调戏妇女，还无法无天到公然抢亲添。我看不顺眼，就冲上前当心口打了他一拳。哼，点知他咁唔挨得，当堂就死了了。我就索性坐在尸体旁边等人来拉我咯。我做事不会连累人的。你能够行侠仗义真是难得，不过杀人的罪名不轻的噃，况且对方还是财雄势大的王爷贝勒。哼，没错，君子是应该做，但是不需要这么偏激啊。你保存到性命，就会有更加多人受益。但是你一杀手陈环，就有更多人受害。如果有办法的，你都是走啦。我要走，随时都可以走啦。但是在这里有两个朋友我想结交的，其中一个呢就是二爷你啦。我有什么才德这么值得你敬佩？我佩服二爷的机智和为人。二爷曾经为大家出过力，试问有边个唔知啊？哼，估唔到佢哋而家竟然咁样对付你，二爷，你想唔想走啊？我带你出去啊！我系一个抛头露面嘅人，走咗出去，要我成世人偷偷摸摸咁生活，我真系做唔到。算啦，小泼妇，你唔好理我啦，你自己走啦。我一定会走，不过我仲要救多个人添。你放心啦，我冇事嘅。佢哋迟早都会放我出去。除咗二爷之外，我仲要救沈大哥啊！沈大哥系，沈大哥系个好人嚟噶。佢情愿死，都唔肯出卖自己人。佢哋今日拉咗佢出去审问，到而家仲未翻嚟啊！唉，我真系担心啊！停手！
沈俊，你啊真系挨得，好嘢，好嘢啊！唉，做君子啊，个个都想噶啦，只要识得变通下咁先得噶嘛。以你几十个乌合之众，就想反朝覆国，有冇咁嘅可能啊？庄天任，你唔使旨意喺我身上套到啲咩嘢口供，革命迟早都会成功嘅。你呢班狗奴才，即管揽住慈禧呢个老虔婆，睇下满清点样覆灭啦！岂有此理！居然够胆侮辱太后，哼！你真系以为自己有咁大嘅力量咩？你睇下你。身上揾笪好睇嘅地方都冇，皮开肉烂啊！你仲挨得几耐啊？冇错，你讲得啱。满清就好似我一样，伤痕累累，一样唔挨得几耐嘅。沈俊，安邦定国，并唔系好似你哋咁联群结党派下传单就得嘅。大清帝国立国以来，朝廷根深蒂固的潜力，咁容易被你哋推翻嘅咩？莫讲话你哋几十个扰乱分子做唔到啦，就算连外洋八国联合嘅势力，大清国依然屹立不到啊！呸！蠢材，你而家仲醉生梦死，自欺欺人。洋人仲未吸尽我哋嘅血，只要我哋到咗民穷财尽嘅地步，人哋唔嚟打我哋，满清一样会冧嘅。你有冇见到而家祖国俾洋人瓜分嘅情况？千万同胞俾洋人欺压嘅惨况，你有冇见到？唔见噃，洋人系我哋嘅朋友，佢哋带嚟新科技，输入新产品。增加我哋国民嘅生产，帮助我哋建立新秩序，点叫做吸我哋嘅血啊？你呢个畜生，黑白不分，认贼作父，你知唔知？思想侵略，比物质，比经济侵略，杀伤力大几千万倍。你仲贪图眼前嘅安乐，鱼肉百姓，你简直冇血性，你猪狗都不如。你讲够未？你这个短命种，你都是嫌命长顶了。我最后问你，你到底肯不肯供出其他的同党？哼哼，好，你既然这么口硬，我就成全你了。小泊苦，是不是你啊？你做什么喊啊？小泊苦，我没事啊。一定有事发生的，如果不是你不会喊。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我没事了，二爷你睡吧。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？如果当我是朋友的，你就告诉我。坐低先，坐低讲俾我知。爷爷，沈大哥死咗啦！你点知噶？佢哋向佢逼供，要佢讲出其余革命党嘅下落。沈大哥唔肯讲，佢哋就夹生打死咗佢，仲话佢畏罪喺狱中自杀。沈大哥嘅尸体。就劈咗喺东郊刑场嘅空地度啫，系我错，
我应该早啲救沈大哥走，咁佢就唔会死。我细，我细，小妹，我细，小妹，唔好咁啦，你唔好咁样啦，咁样仅仅伤自己嘅啫。你睇下，你只手流血啦，我帮你止血先。些少伤算得乜嘢？沈大哥连命都冇埋，都系咁啦。就算你而家打死自己啊，沈大哥又会翻生咩？唔得，我要去为沈大哥收尸，我唔可以由得佢暴尸荒野嘅。小泼妇，咪行住，你走劝我唔好去系咪啊？唔使啦，你听我讲啊，呢个可能系陷阱嚟嘅，佢哋嘅目的系想引其他革命党嘅人出嚟同沈大哥收尸。就乘机捉晒佢哋。如果你就咁去，俾佢哋误会你系革命党嘅人，咁咪仲弊？咁唔都由得佢咯噃？我帮你，我同你一齐去。姨爷，你都去？你嫌我者手者脚帮唔到你系咪？我，你听我讲下我计划先啦。你行埋嚟啊！我有个下人叫做姑妈，你应该见过，她为人忠厚，我可以预先叫她在外面买定副棺木，在东郊刑场附近准备好一切。到半夜，我就吩咐姑妈在刑场四周围放火，引开那些监视的人，而你有气有力，就趁机会孭沈大哥的尸体去预定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埋葬她，跟住我哋再翻翻嚟监仓，咁就万无一失啦。系，咁都好，但系就要难为沈大哥保尸荒郊几日啦。咁都冇办法啦，沈大哥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我哋嘅。嗱，听日姑妈嚟，我就会同佢讲噶啦。见你嚟嘅，呢两日书遇好多嘢做，所以咪冇嚟咯。书遇好多嘢做，书遇仲会有啲咩做啊？三爷咧，佢嘅病点啊？三爷佢仲未好翻啊？好咗好多噶啦。唔系，姑妈，你呃唔到我。你不是讲惯大话的人，少棠到底怎样啊？姨爷，少棠过了身，这两天我就因为要办三爷的后事，所以没来见你。姨爷，三爷说他没什么留下给你了。嗱，呢本曲本系当年你哋初三识，一齐练唱嘅。三爷话希望可以俾你作为一个留念。偷盗烧伤馆。彩云夫人平日去边度听戏多呢？潇湘馆。哦，潇湘馆。嗯。啊，我喺京城咁耐，只系知道有财神馆、天和馆，好似冇咩潇湘馆噶噃。究竟喺边一度嚟噶？我唔可以话俾人知噶，因为我每晚都静静去嘅。哦，原来是偷盗潇湘馆。彩云夫人又同我讲笑啦。少棠，少棠，
冇事嘛，你唔好吓我啊，姨爷，姨爷啊，姨爷，你倾成点啊？倾好未啊？姑妈，我有一件好紧要嘅事，想你帮我去做嘅，系咩事啊？姨爷，你同我买定一副棺木，另外买啲金银衣纸添。姨爷，你唔系我用，你放心啦。今晚人事，你就将棺木送去东郊刑场，西边嗰个矮树林嗰度等我。呢件事要秘密进行，到时我会教你点做嘅。哥真系可怜，打到遍体鳞伤，尸体仲开始臭添，真系阴公啦！我已经吩咐咗仵作掘好个坟噶啦，嚟，姨爷，帮我手放沈大哥落棺材先啦。姨爷，你行开啲啊，等我冚埋啲泥落去就得噶啦，等我帮你啊。沈大哥，我哋而家烧啲金银衣纸俾你，等你可以安心上路啦。沈大哥，希望你早日去投胎，记住要投住好人家。我哋走啦。好，而家应该系卯时啊，爷爷，我哋趁天未光，快啲翻入监狱啦。如果唔系，我怕连累咗你哋啊。系啊，好翻去啦。咪住，我想去睇下少棠嘅身份，佢葬咗喺边啊？就喺附近嘅啫。小婆婆，你翻去先。唔得，我要陪你一齐去。唔好讲咁多啦，大家争取时间，快啲行啦。三次进入吴松江后，第一次陪红军由德国载誉而归，那时真的很风光。第二次红军死了，带着同少棠私奔的心情，既哀伤又满怀新希望。今次是第三次，几经喜乐，现在身无分文，只有姑妈相陪。富贵荣华真是有如过眼云烟。姨爷，隔壁上面好大风啊，快入船舱啊。我想睇多阵吴松江嘅景色啫。姨爷，冇谂咁多啦，身子要紧啊。姑妈，上天点解要咁样对我？红军、立山大人、少棠、小泼妇，佢哋都死咗。老大哥雅德西又走埋，总之对我好嘅人，死嘅死，走嘅走。而我本身人的积蓄又被人欺骗勒诈，然之后再官封。
家咩都冇晒，冇晒啲嘢，钱财系身外物，冇咁难过啦。我冇难过，就算而家要我死，我都觉得我呢一生过得轰轰烈烈，我唔后悔，我真系唔后悔。蔡金花被逼翻回上海之后，重开书寓。当时有邂逅沪宁铁路总稽查员曹瑞忠先生，他们结婚一年之后，曹先生就病逝，蔡金花就在小花园立寓。七年之后，又再结识当年江西民政厅长兼参议院议员倪思玲先生，他们恩爱生活了五年，倪先生就这样病逝。当时蔡金花已经47岁，她再由上海搬到去北京天桥，在巨人里居住。而在民国25年一个深秋，蔡金花就在贫病交煎之下，终于与世长辞。蔡金花的一生极荣极贵，亦极忧极患，再加上机遇，就令她成为一位钟爱罕见的奇女子。正如她所说，她的一生过得轰轰烈烈，永远都不会后悔。蔡金花第20回大结局，李安求监制，姚秀玲编导，金东方原著，可可编剧。主题曲由顾家辉作曲，卢国沾填词，汪明荃主唱，并且由朱曼子、杨丽仙、卢浩荣、林有荣、谭翠莲、温子刚、罗嘉玲等联合播出，现在建议播放完毕。